者吴志伟台北报道。台视三立周日偶像剧《一读不回的恋人》本周播出最终回，豆花妹蔡黄汝的最后一场戏再次穿上婚纱拍摄。她笑说在剧中穿过好多次婚纱，但一枚蝴蝶效应每场婚礼都有不同的结局，婚礼变得好揪心，几乎都是哭的声嘶力竭的演出，堪称是最辛苦的婚礼。所以在剧杀青后就说，短时间内我不要再穿婚纱拍戏了。由于剧情逻辑比较复杂，蔡黄汝出现在两个不同时空中，他就表示自己在拍摄过程中也出现很多撞墙事情，因为剧情变换让他有失忆，闪神也消化不了，生出好多疑问，感觉好像女柯南在办案。因为2000年的他要想尽办法去改变历史，去拯救2018年的钟成汉，这次与钟成汉合作演出，蔡黄汝笑称两人成了好哥们，尤其是在开拍初期，他从大男孩变成新手爸爸，宝宝带给了他很大的力量，只要一直看宝宝照片就好开心，增加好多努力的能量。在剧组中程汉就是大家的训导主任，也总是给演员思想很多能量，再累他还是希望大家打起精神，想尽办法让大家开心。蔡黄汝与钟成汉在《已读不回的恋人》婚礼戏相当揪心，三立提供蔡黄汝与钟成汉在《已读不回的恋人》婚礼戏相当揪心，三立提供蔡黄汝与钟成汉在《已读不回的恋人》婚礼戏相当揪心，三立提供